只有带有这个质量印章的黑森林布谷鸟钟是原装的。如果布谷鸟不叫了，请检查布谷鸟小门前的门栓是否关了。请您正确的、完全的安装好钟，绑起链条的金属丝包括包装纸都需取出，钟块也必须正确的挂起来。是否把哨子上的小夹子取出了？是否把弹簧处的纸条取出了？挂钟摆的金属丝是无触碰的挂着的吗？固定布谷鸟的金属丝需要放在布谷鸟的下面。请检查用来连接哨子的金属丝是否挂在了哨子上面。有一些钟如果带有叫声开关的，那还需要打开这个开关。有些钟的这个开关是被安装在钟的侧面。